大家好，我系 Case 啊，好，今日我哋翻嚟玩武娘 online， 听个名大家都知道啦，武娘 online 就即系武侠嘅女人 online， 系啊，咁啊即系同男娘啊嗰啲系差唔多类型嘅嘢，咁即系咩咧？即系有女啦 ，OK， 好啦，我哋入 game 先。好啦，咁咧即系武娘 online 系讲紧啲乜嘢嘅咧？武娘 online 咧即系讲紧其实系佢入边嘅每一个门派咧，佢会化身咗做一个嘅角色咁样啦。即系你阵间就会见到噶啦。啊，呢度都有啦，你见到呢度呢个叫物宗啊。咁啊，每一日咧，哇，好犀利噶！我想讲咧，佢咧即系登入，我而家登入咗呢个第三日之后咧，佢就会有第三只、第二只 SSR 噶。咁啊，呢一只我想问嗰个女仔有冇着衫啊？呢个女仔冇着衫，有着衫。阿嫲播喺侧边，佢又玩紧过嚟啦。系啊，咁啊呢个女仔系有着衫。其实 cosplay 系绝对可以跟呢一个游戏里面嘅角色嚟 cosplay 嘅。咁啊，大家记得俾翻个 like， 咁我试下去叫阿嫲播去 cosplay。但系放心啊，大家 cos 完之后咧，并唔系会出街嘅，我会叫佢 cos 完之后咧喺屋企俾我慢慢睇嘅。已經嘔吐嘔吐啊！這個就提一提啦，因為咧我見到登入咗幾日咧，佢已經有啲SSR 可以直接俾你去攞到咧，咁啊幾有好用啊！因為其實咧嗱，俾你睇下啲角色啊，其實而家咧我已經有兩隻噶啦，因為其實咧有一隻呢一隻啊，嗱呢只天山咧，其實就係登入第二日嗰陣時咧，佢就已經會送俾你噶啦，咁啊都係 SSR 嚟噶。咁啊，好靓嗱！天山知唔知道大家？天山其实系一个门派嘅名嚟噶吓，咁啊，所以其实咧，佢就系讲紧呢只角呢只 game 咧，系入边系唔同嘅门派咧，就会变咗做唔同嘅角色。即系你见到嗱，第一只 SSR 嗱，嗰只抽翻嚟，手抽 SSR 好犀利，我玩呢只 game 嚟玩。咁啊，呢个 SSR 咧就系御剑门啦，御剑门大家知系咩门派啦嘛？有绝情谷啊、青城啊，青城应该系比较熟嘅。咁啊，有机会呢几个你都唔识嘅话咧，不如我俾大家睇下呢个图鉴嗰度，其实有得睇下噶。嗱，呢度可以睇到啦。咁啊，抽角色嘅图鉴啊，阵间我抽一抽，其实我凑够咗石啦，终于。其实佢有分呢个史诗卡牌啦、传奇卡牌啦，同埋呢个嘅精英卡牌嘅。咁所以其实头先你见到咧，精英即系 SR 啊。咁你見到其實頭先我話去抽到呢天山啊，即係佢送咗呢個 SSR 咧，佢上面其實仲有一級咗呢個 UR。咁啊，睇下 UR 有啲咩門派係可以入到 UR 先。咁有明教啦、白陀山、桃花島、昆崙同埋古墓，佢好靚，即係逐張牌介紹俾大家睇下先。因為其實呢隻 game 其實最主要都係 sell 啲門派變咗做女，幾咁靚啊嘛，係咪先？咁梗系睇下佢个样系咩样噶啦，咁我睇下先。明教嗱，明教唔系我中意嗰个 type 啊。嗱，白陀山呢个就唔错啦，但系就戴眼镜啊，我唔中意戴眼镜。虽然戴眼镜都唔错，但系几靓噶，啲画系好靓嘅。咁啊，呢度可以揿咧转换战斗形态，即系佢打即系战斗嗰阵时个角色就系咁嘅样啊。呢个就系佢个画嗰个啦。桃花岛，哇，桃花岛都靓喎。咁另外咧就仲有呢个昆仑啦，逐张俾大家睇下先。古墓，哇，古墓系，喂，同我想象中嘅小龙女有少少出入啊！佢唔系走小龙女 feel 啊？呢、這个古墓系有少少似呢个呢、這个外国式吸血鬼嘅 feel 啊吓。咁另外咏春啊，好明显系中国式嘅嘢嘅服装，其实全部都系中国嘅门派啊。咁应该全部都系咁嘅。OK， 咁天山呢、這个全真教咧道士装啊。血的子是讲紧佢顶帽是血的子，跟住嵩山、泰山应该是猿人啊嘛，应该画只丐帮咯，睇下有真系有只狗套衫度，真系好似乌乌地租咁样。唐门系咪玩暗器噶？系啦，似系暗器样啊，呢、這个系。唔知道大家咧對於啲武俠小説嘅呢個門派熟唔熟悉啊？因為其實咧以前有一段時間我好中意睇武俠小説，我係真係咧，我唔係而家你哋睇可能睇劇集嗰啲，我真係一本咧嗰啲金庸嘅小説咧咁厚咧，即係《神雕俠侶》唔知有四本啊，好似係咪？我記得係四本嘅，咁四本咁樣咧，我係真係會睇曬噶嚇。以前楊家昌都靚，哇！呢一隻角色唔應該 SR 啦，咁啊再低級啲有啲普通卡牌呢啲，好明顯一睇就知道流羅啦。你睇下個流羅嘅感覺去到係好流羅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不如即刻同大家去打鋪睇下先。雖然我好想抽啊嚇，咁啊轉頭睇下再抽俾大家睇。打咗一關，其實佢每一關咧，我部電話撈得快得滯，唔好意思啊。因為其實佢每一關咧撈個畫面嗰陣時候，佢會見到有啲角色咧嗰、那個成版喺度介紹咧，係幾靚嘅，但係部機勁得滯撈唔到。好啊，咁啊即刻入去打下先。
呢一关系打呢一只唔知咩啊，真系个斧头噶。诶，见到少少，啱啱嗰张系唐门啊。咁你见到而家我嘅角色，咁啊，其实系一个排阵组队嘅角色啦。但系今次系用呢个靓女王风嘅嘢做呢个题材啦。嗱，只 boss， 嗱佢有一招叫协力，即系两只一齐会打。点样出去再介绍俾大家？咁啊，呢个雪山剑法，嗱，同埋睇下呢招。嗰招叫密宗啊，佢系一啲技能嘅招式嚟嘅。可以揀嘅，有幾隻唔同有得揀嘅，陣間再俾你睇下。大概打就係咁樣啦，睇翻你自己嘅角色係有啲咩技能，跟住再慢慢打落去咁樣嘅。咁啊，頭先有幾個再俾大家睇一睇先。咁啊，頭先咧你咪見到咧有一隻嘢走出嚟，咁樣嗰隻嘢嘅。咁嗰隻嘢其實就係呢個密宗啊，宗師啊。係啊，咁啊呢一招啊，咁你見到咧佢係有招技能會出嘅。咁啊，另外其實佢除咗呢、這個，我而家用緊呢個係逍遙嘅呢個宗師啊。咁其實佢仲有啲峨眉啊、明教、武當、少林。我好想知道少林嗰只係咩樣。因為其實咧，佢唔係話即係要慢慢去儲啲唔同嘅嘢嚟開嘅，即係呢啲咧係要打完呢個上古戰神活動嘅獎勵啦，咁就會儲到呢本書。咁啊，儲齊咗呢一啲嘢之後咧，你就可以開呢一隻嘢，跟住之後你就可以用佢呢一招技咁樣樣啦。咁但係而家我就未儲齊，因為我開始啱啱慢慢開始咧，而家係儲緊呢個峨眉啫，峨眉儲咗兩樣嘢啊，咁仲爭三樣嘢。咁啊，呢啲有啲喺在線獎勵嗰度攞，咁啊明教呢啲就係、是。打到唔同嘅劇情關卡攞，咁同埋咧，其實咧，你升到越高 level 之後咧，你可以一次過出嘅角色係可以出多幾隻噶。其實我仲有一個位置，我特登唔排住，因為咧點解咧？我而家有嘅角色唔算係太多啊，可以俾大家睇下咧。我而家其實可以揀到嘅角色得呢幾隻嘅啫。咁啊，雖然有兩張 SSR 啊，但係有好多咧呢啲咧刺客啊、弓箭手啊。道士啊，你睇下连名都冇呢啲啊，我唔想摆出去，因为摆咗出去咧，基本上俾人秒嘅真系。不如啱啱辛苦储咗1900几粒石，咁个1800粒石就可以嚟个十抽，我哋抽一抽，睇下今次中唔中到啲咩 SSR， 唔系唔好 SSR， 我直接中个 UR 俾我，啊中啲咩啦，好唔好啊？好紧张，会中啲咩咧？喂、欸，中咗张 SSR 啊！咁我睇一睇有咩先啦，中咗嘅新嘅，嗱中一个唐门，哇靓喎呢只，呢个女女啊，唔中，咁啊呢一只系巫山 ，OK， 咁啊仲有啲长白啊、形意啊、福威镖局好型啊，福威镖局啊 ，OK， 啲运镖嘅嘢啊，咁我就可以组到我嗰队啦，咁啊放埋我嗰只人入去，放埋，梗系放埋只。唐门落去啦，咁啊高级好多，已开启命运属中门派啊，咁啊呢啲就系另外一啲命运就会加其他嘅能力值，咁啊即刻不如开个活动嚟打下先。好啊，咁啊呢一度咧其实咧就系打嗱，而家打逍遥宗师先啦，因为其实咧佢系打啲你个宗师咧，你见到个招技能噶嘛，佢有得再升级嘅，咁啊睇下先，预览奖励呢啲咧宗师秘笈箱咁啊，挑战下佢先啊。清城信功，基本上很快就可以开到呢啲招宗师技，因为啊呢招技快啲开好，因为佢会加攻嘅，其实冇得输啊呢啲，轻松过啊，直接呢个打宗师嗰个啦，练成协力啊，协力呢个我头先冇介绍，转头出去再讲翻俾你听先。完成，咁啊呢度一关关咁样，自己再慢慢打下素材咁样嘅啫。咁啊讲埋协力俾你听下先，协力系乜嘢咧？头先佢话嗰个系嗱，你见到咧呢度啊组队呢度咧有个协力技噶，咁我可以咧拣两只人啦，即系我当系边个好咧？我当系唐门啦，咁啊再加埋呢个巫啊天山啦，咁佢两个咧就会咧嗱，每人伤害咧就有50%，即系佢会自己啊。即系去到某一个机会率之后咧，佢会自己好似头先你见到话协力出技咁样咧，佢就会出一次咁啊。越高 level 咧就可以开多唔同几个嘅组合啦，26 level 开得晒嘅。睇先，睇下推荐阵容会推荐咩啊？天山我有，御剑门我有，咏春再加唐门，咦唐门我都有，咏春我冇。佢有啲唔同嘅组合配置教下你噶嘛，防御坦克、蜀山少林、桃花岛。好，今日介绍咗呢个《武娘 Online》，中意女女嘅你。
一定要坐一坐啲女女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介紹嚟到呢度先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自己 download 嚟試下玩下啦。同埋大家記得俾翻個 like， 同埋記得訂閱我啦。下次翻嚟，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